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把武器，叫做双重清洁枪。如果用来进行真格塔楼的话，不知道打起来会如何呢？这把武器呢，我在二代呢非常喜欢使用，可以说是我的 main 武之一啊，算是最主要的 main 武了。那今天呢，主要会想要介绍这把武器呢，是呢它的优点呢，我个人觉得它在射程上呢，其实相对来讲已经算是中长的部分了。作为一个中排呢，可以辅助，也可以作为击杀，进可攻。退可守，再来呢，就是我觉得他个人他的相对涂地效应呢，其实非常的好哦。对于补地板这件事情呢，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用这一把作为中排哦，在后面帮大家补地板。不会说到前排呢，补完地板以后呢，那但是机动性不足，然后反而遭到击杀，也可以在后面呢多多的观察锁敌击杀敌人。那他搭配呢饭团及声呐呢，我觉得在对于这一把这个没有贴牌的。这个双重清洁枪来讲，我觉得其实选择还蛮不错的、哦。声呐呢可以作为大范围的锁敌，然而呢饭团呢也可以及时性的丢远牵制，所以这一把武器呢，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。那它的缺点呢，其实就是对我来说有一点耗墨，因为呢其实我发现我会大面积的涂地，所以其实很容易会没有墨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如果没有使用 jump cancel 这一个技巧的话呢，其实它两次翻滚之后呢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个硬直的、哦，稍微短短的硬直，常常会让我就是第二次翻滚没有击杀到敌人的时候呢，来不及反应，然后被敌人杀死。而且呢，其实它的操作呢，需要有一点点细微，要不然其实有时候真的双重两次跳完以后呢，真的很容易卡脚，卡在这个角落，非常的吃一点操作的技术哦。但整体上来说呢，其实呢这把枪呢。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到这个配装的部分吧。这次呢，我在这个双重清洁箱的配装上呢，我使用的是这个 1.2 的油素、0.1 的安全鞋，还有 0.2 的超级跳跃缩短，跟 0.2 的负无沈墨，还有 1.2 的主无沈墨，再加上一颗大颗的。这个墨罐回复哦，这个墨罐回复呢，为什么要搭配这个墨罐的原因呢？这个提升墨水回复力呢，是我发现我其实偶尔也会有埋伏在等待的时候，那这个时机点呢，占整体来说其实还有一部分时间，我不会一直都是站着急发射击的，所以我觉得配合一个提升墨汁回复力的这个技能呢，我觉得相对来讲应该整体来说会比较均衡一点。那主要搭配 1.2 株神墨呢，就是为了要让自己作为中后排补地跟锁敌，我觉得是蛮需要的。我这一组的配置呢是比较均衡型的，不算是前线击杀型的这个双重清洁枪。那 0.2 的负无沈墨呢，主要是因为呢我很习惯会丢这个饭团，那常常丢完饭团之后呢，你会牵制完之后你会需要击杀，但往往都是比如说我才刚瞄完结果就没有墨了，那这个其实就非常可惜了。所以说在这个技能配装的部分呢，我会在自己使用过后的习惯之后，然后再去做一些小小的搭配，那整体打起来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说在战场上比较不会有墨水不足啦，副武器丢不出去啦，或是粘脚啦，或是比如说你想飞回家但是总觉得好像变得比较慢。所以目前来说，双重清洁枪是以这个方式来做搭配的。好，那这个配装的部分呢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实战的部分吧。假面肉塔，这个肉塔哦，怎么听起来感觉很像我跟瑞塔的组合啊。肉塔信箱，好久没有肉塔信箱了。哎、欸，有蹦蹦哎、欸，星星爆破枪、开瓶喷泉枪，然后箭度枪、艺术是叫艺术吗？然后消防栓旋转枪，感觉会突然蹦出来。好，星星爆破枪倒。小心小心，队友队友队友，我帮你涂地板，我帮你涂地板，我知道你需要地板。哇，倒二哎！来这边涂一下，涂一下，涂一下，各个地方都涂一下啊！好，倒二哦，倒二。Nice， 倒三，我先上塔。啊好，给他上，给他上，给他上。我们先上中间。好，丢过去，丢过去。感觉是不是有人要上来？要上来，要上来。摔死了吗？摔死了吧，摔死了吧，应该摔死了吧。Nice，Nice。好，你踩一踩，我过去。
好好好好好。啊靠靠靠靠靠！已经被看到了，气气气！推进的不够。攻击发射，请小心。Nice, nice, 漂亮。啊靠！补下地板。Nice, nice, 赚到。倒二哦。上上上上上。靠靠靠！我以为我要摔死。中 ，nice。先补一下地板，让你没路可走。nice nice。嗯，快走。nice。退退退退退，放个炸弹，炸到 ，nice， 踩到，退，上高台，等等哦，中 ，nice， 智能饭团，等等哦，等等哦，等他上来，应该会有人上来，哎，不上来吗？中，哇靠，啊，可恶，被抓到了。Nice, nice, nice, 漂亮，剩一个监督枪。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紧张到说不出话来。好有绕背的感觉哦。Nice， 队友挡到我的子弹了。好，先上啊，然后后面感觉有绕背。Nice， 感谢饭团。先涂地板。啊！没有杀到，小心小心小心 ！Nice nice， 战机要来了，地板涂一下，58秒。哎靠！靠靠靠靠！滚下来了，饭团滚下来了，气死我了！有点危，有点危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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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倒了倒了倒了，痛痛痛痛，怎么痛痛痛？通常都会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倒，超可怕的。这种时候最可怕，最可怕，真的是最可怕的。好，正开屏。Nice, nice, nice, nice。地板，地板，地板。22秒，其实不急着推进哦，要把地板补一补。地板补一补，地板补一补，11秒，补下地板。好，绕 ，nice， 可以。上塔 ，nice， 赞赞赞啊，赞赞赞，赞。没有挡下。好，这个圆珠笔 0.52 双重清洁枪跟这个窄域标记枪，来了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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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我靠靠靠，要死要死 ！Nice， 先涂地板，哎，你捡到一只的感觉，先存个墨。左上角要上塔了，OK， 奈斯，等哦，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，拜拜，
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你抓不到我。Nice, nice, 感谢。不要被看到。好，在那个位置也可以。Nice。Nice。哎，没有下来吗？啊，糟糕，还真的没有下来。哎，没有摸。哇！炸的！啊，救命啊！可惜，可惜，我周旋了这么久。啊 ，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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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倒三了，倒三了，机会来，机会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先存一下墨。nice， 上高台，呜，有点稳耶。高台高台高台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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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 ，nice， nice nice nice， 等一下我去抓他，我去抓他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塔没人站，塔没人站，我站我站。要下来了，要下来了 ，nice。啊靠！宰玉啊，被他看准了。48还不算推进很多，还是有点微。哎，奇怪，我们有新叶刚，怎么没有看到防护罩开起来？还是我没看到而已。就多就多，地板地板，默默默，好。来丢个炸弹哦，丢个炸弹哦。啊！队友在右下很危，哇！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啊！真的救不了他，救不了他、啊。啊 ！Nice, nice， 开得好，开得好。哇！卡脚，卡脚。快走！雷神，雷神，你雷神就给我跑！哎 ，nice， 39秒，39秒。等等，等等。喔喔喂呀，倒二倒二倒二，哎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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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啊，太可惜了啊，我应该要打他不要躲才对。8秒8秒，48还是有点围，还是有点围哦。 nice nice nice，哎 ，nice， 好在对面上塔，哎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想说这个以抢分，哎，强攻型的，强攻型的这个防护罩哦。好，对我们这边有4K， 这边有4K 双重清洁枪钢笔，跟这一个是，这个是短的吧？这是 H3 吧？哎，这是 L3。Nice， 就中了，我就知道会有人躲在那。先退。好，对面倒二，对面倒二。导弹开出来。进进进进进，高台进高台进。
Nice。Nice 哦，剩4K， 4K 我去抓，我去抓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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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危。Nice， 丢一个，哇哇 ，Nice， 哇塞，这一局也太漂亮了吧！赞赞赞！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圆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